啱啱賣咗間屋，我係交俾 House Property。我認為楊潔咧，佢做事個辦事能力非常之高，佢非常之盡責。喺買家任何嘅時間，佢都盡量去配合佢哋。喺賣屋嘅過程裏邊，佢成日都聯絡我講個進展嘅情形。在之前咧，佢解釋俾我聽一屋係有咩優點，咁我聽可以係值幾多嘅。所以今次咧個拍賣嘅情形咧非常之順利。因為我已經知道我想賣嘅價錢，而我又賣到我所希望賣嘅價錢，所以我非常之高興。